我跟你说，我这人训谁啊？我也不是你身边那胖子。哎呀，敌人狡猾，我也英明。行了，你管好自己吧。啊，自己注意安全，我这到了，吃都买了，好了，嗯。小夏。 这么快就开门呐？一点都不小心，你万一开门那不是我，是那石心，你怎么办？我在猫眼里看了是你，我才开的。那也不行，你万一我后边有一马仔拿刀怼着我腰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两短一长就是安全的吗？记着呢。啊。考考你，怕你忘了。<笑>吓唬我。来，吃饭啊。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就买的有点多。这寿司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三明治。我把这水果给你放冰箱了啊。我给你买这些东西你都吃了啊，要不然浪费我一番心意。 吃东西你才有体力，你心情才能好。不是，我开玩笑吧，要叫就叫，咱不吃了啊！我这买的也不好，咱不吃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女儿了。涵涵最喜欢吃我做的鸡蛋三明治。 每天中午给他带的午餐，他要我把面包的边儿切了，然后把三明治呢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拿竹签子穿起来，这样他才肯吃。他还给取了个名字，叫妈咪烤串三明治。 怎么又哭起来了？这见不着哭，见着了还哭。我是看涵涵挺好的，我放心了。好日子在后边呢，等你跟石心离婚了，法院把孩子判给你，你这天天抱孩子笑。<笑>这段时间谢谢你们了，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。哎，真没什么，就是你别老哭就行，我这真看不了女的掉眼泪。 说不哭，说不哭，怎么又哭上了？不哭了，行吗？嗯，好。不哭了。艾姐，你可以给涵涵录个视频呢。等下回我看涵涵的时候，可以带给她看，是吧？啊，好。啊，现在就录啊？啊。不了不了，你先走吧，回头我自己录。那我走了啊，我真得上班去了。好。
做的三明治串串好吃吗？妈妈最近不能回去照顾你，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每一天要好好的写作业，然后要好好的吃饭，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忘记带啦？喂？什么？患者软组织挫伤比较多，右侧第六前肋骨折，同侧少量胸腔积液，需除外血胸，头颅 CT 提示有脑挫伤，建议赶紧住院观察。嗯，知道了。你好，急诊室呢？嗯，二楼。给了镇静药物，今晚注意观察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明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谢谢。站出来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都干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呀。今天你去酒店，有没有人跟着你？我不知道啊。真气死我了！你一句不知道，你就让石信那个王八蛋找上文丽姐了，你知道吗？找酒店去了。废话，都打成胸腔积液了。畜生！我找他去。你现在找他干什么呀？有本事你别让他跟上啊！我没让他跟。我去学校的时候被跟上了，没事去学校干嘛？文丽姐说想孩子，我给孩子送点吃的。你是真脑残呀？你是真不知道石青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吗？你现在去学校干嘛？你还嫌事儿不够多吗？不是文丽姐一直在那儿哭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做事能不能动点脑子？真是越帮越忙，越帮越乱。不是我哪知道他们搁哪儿呢？我给你打过电话了。我告诉过你石信有多狡猾，我告诉你让你小心小心再小心。你倒好，我这前面刚说完，你后面就给我惹祸。记着呢，我都记着呢，那暗号我都记着呢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不是徐小林，你说谁呢？说你呢。你生气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我不是诚心的，他躺那儿我愿意吗？哎，你说我一天好心好意，我请假，我忙前忙后张罗，我不是在这等你训我的。你少来，你一富二代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你请什么假？你跟谁请假呀你？你我什么我？自打我认识你，你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。哎，自打我认识你，我碰到过一件好事吗？我这帮忙还不落好啊？谁让你帮忙？我让你帮忙了吗？不是你自己上杆子吗？啊，徐子林，我就是贱，我贱啊！以后你这破事你爱找谁找谁，你别找我，求我帮我都不带帮的，我求你，你做梦吧你！哎，我还告诉你一句啊，你别老一天咋咋呼呼的，里里外外除了你就没别人了，小心到最后有你好受的。用不着你管，脑残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伏地魔，伏地魔！
谁？夏一斌，我也进来了。怎么这样啊？你没事吧，冰仔？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。这是咋了？怎么了呀？跟我们说说吧。嗯，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大白天的不是还好好的，挺嗨的吗？这晚上怎么就变这样了呢？白天人多亮堂不觉着，一到晚上就剩自己落单儿。受不了，夏立斌，你这样不行了，你得振作点，自己的小命都要没了。嗯，没就没呗，反正也没人在乎我死活，再没人在乎，还有我们俩在乎呢。哎呦，你这一个大男人，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怎么了？我烦你，我烦你，我烦你。烦你，立斌，你是不是就吃了早上那一顿呢？你这样不行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你也不吃饱，你怎么去斗争啊？嗯，咱们现在是同袍的战友，还指望着跟你一起并肩作战呢，你这还没出征，先把自己给撂倒了。对呀，你们啊，还是别带上我了。我命不好，别连累你们。别！你放心，我们俩的宗旨就是不抛弃，不放弃。上面，上面，又是命。来，哎，吃白食你还嫌啊？你看这面啊，老讲究了，光汤底就炖了俩小时呢。啊，快吃吧。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呀，香子？对不起啊，我们给疏忽了。你干嘛呢你？不是香子，别浪费。别哭了，别说出去啊！不说不说。给您，好。啊，白平，康总，销售报表已经整理好了，下班之前就能向您汇报了。嗯，对了，明天上午例会之后，你去医院一趟。啊？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医生让你去复查一下。哦。我有事儿跟你说，没情况吧？安全。谁啊？楠楠。
哎，来了啊！爸，什么事啊？你出来，进来说呗。你还是出来吧。没事儿，爸，进来说吧，进来说。你出来吧，就两句话。不，爸，爸，这么晚了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你说我是说呢，还是说呢，还是说呢？说呗。可说了，我怕你生气。那别说了。不说吧，老憋在我心里好几天了，我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。又输了？什么？又输了多少？什么多少？你是不是跟人又打赌了？还是买那什么22选5都给输光了？这什么时候的事了？爸呀，早就不玩那个22比5了。真的？他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干嘛呀？不是你。这什么？这可不是22选5。你看这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，福彩，这个呀，关心弱势群体，献爱心的。爸，你有这么多爱心，怎么不匀点给我呢？你又不属于弱势群体。我怎么不是弱势群体啊？你我都快30了，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呢，我比那弱势群体还不如呢。这谁啊？怎么照片扎成这样？您干嘛呀？这个，爸给你找的对象。啊？来来来，坐，坐，坐下，坐呀。哎，你看看，你也知道，自己都快30了。虽然说国家提倡晚婚晚育，但他也不能太晚，是不是？再说，嫁了人他就能有房子了，现在哪有女方买房子的？这个做生意的大老板，有车有房，而且没爹没娘，啊，美中不足啊，就是年纪稍稍偏大了那么一点点。一点点是多少？也就15、16岁。爸，你想什么呢？不是，我想女婿啊。这不满意是吧？你再看这个，意大利的，月收入25000。我还正忘了问的是欧元呢，是里拉呀，还是人民币啊？不换呢，人家有海景房啊，这个长得也标致。不是爸，你上哪儿弄这么两个土豪啊？这个不能算土豪，知识分子，建筑工程师，才华横溢。妈，我明儿还要上班，我先去睡觉。你看这，你这孩子真是，没关系。这个，大学老师，有文化。这个，大医生啊，保住医生就算了吧，毛病太多。你看你妈，可难伺候。其实啊，我说心里话，我最满意的还是这个年纪大的。年纪大的，他知道心疼人。关键是，人家有好几套房子，你结了婚了，班都不用上，坐在家里收房租，多好啊！爸，你是打算让我做地主婆吗？地主婆有什么不好啊？现在的地主婆跟过去的可不一样，过去那地主婆的地里啊，长的是庄稼。现在这地主房，这地里长的是房子，你说到时候爸得给你沾多大光？就您这心态，什么男人敢给您当女婿啊？我现在是一个人挣钱贴给您花，您就已经天天跑到那彩票铺子里去了。我要真嫁一土豪，您还不得到澳门去安家呀？我去澳门干嘛？赌呗。爸可都是为了你好。俗话说，女人呐，30之前一枝花，30之后那就是豆腐渣了。我们店老板娘看见了吧？刚过30，对不对？那脸没法看了，还天天拉皮儿，拉皮儿，打尿素都没有。
什么尿酸？那叫玻尿酸。反正跟尿有关系。哎呦，行行行，爸，哎，这样吧，我一会儿去屋里拿200块钱给你，你尽管挥霍去买彩票，你先让我睡觉行吗？你觉着爸爸是跟你要钱来了是不是？200块？你爸爸在练习网站买那个点卡，一次500。就这几张破照片，500块钱。反正钱呢，咱已经花了，你总得见人家一面吧，处处看，实在不满意啊，这爸也不会勉强你。哎呦，爸，您就让我睡觉吧。对，明天啊，明天我肯定去见啊。现在找个好男人可是不容易啊。那个，看的人模狗样的，把人小姑娘肚子弄大了，给人塞钱让人打胎呢。什么？我亲眼看见的。我手里塞钱，就在门口。什么时候？就前几天呢。哟，那小姑娘穿的呀，我都不敢看。是不是长得还行，说话还嗲里嗲气的？对对对，你认识啊？我太认识了。你看见摆平给他钱了？看见了，给多少钱我可没看清楚啊，好几张呢。你要真找这样的男人，爸能不后悔，爸能不担心，爸能不生气，爸能不窝囊？这样吧，实在你要不愿意去啊，爸先给你打个前站，过了爸这一关，你再出面，这总行了吧？不要。明儿我都见。不能一块儿见啊！这样，你先睡觉，照片留着。我呢，我给你排个顺序，好不好？快去睡。那个，别忘了那个面膜啊。康总，上车。现在下雨，你不好打车，上车吧。哦。你先去交费，然后去验血、拍片儿、做活检穿刺。活检？对，你的肺部有阴影，需要进一步检查，但是它的位置太靠下。在你右肺的下叶尖端，气管镜是无法取到，所以做一个穿刺，这样呢，确定病理呢比较准确。好，谢谢大夫。哎，康总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这里不是公司，叫我英文名字康利好了。哦，不，真的，你还是交给我，让我自己去吧。你不用担心，你所有的体检费用公司都会负责报销的。你去采血的地方等我吧。我明白，我知道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现在回不去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跟朱总说。对，你好，婉婷。哦，这是穿刺检查单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家属签字？你自己一个人来的吗？没有家属在啊？啊，我这里有事，不跟你说了，就这样。我来签，就这样。哦，这里是吧？谢谢。
们先在这儿休息，主要是防止发生气胸，待会儿再让医生看一下，没事了再走。啊，好的。病理结果5天后出来，这是你的单子。啊，到时候你拿这个单子去病理科取报告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，康总。哎，你千万别说话，先休息一下。我刚刚上网查了，等麻药劲儿过去之后，你会出现疼痛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这都属于正常的，只要不发生气胸，就没问题。老婆，你跟康丽出去了？啊，这事儿我昨天就想跟你说来着。不用跟我说，放心，我信任你。不管你是跟康丽单独出去呢，还是跟蔡诗诗拉拉扯扯，哎呦，什么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事真不像咱爸说的那样，什么拉拉扯扯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是他来找我的，是吗？是啊。然后呢？没然后啊。哦。那钱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这钱是他问我借的，等他以后找到了工作，发了工资就还给我。还还你呢？还我呀！哦，看来你的零花钱真的是太多了呀，是吧？白金礼。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擦了一遍，你看干净吗？你干嘛不理我呀？好了，水温刚好，待会儿可以洗个小澡澡。行，我也搓个泥。好呀。插柳霞，怎么了？吵架了？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整天连一块儿打家劫舍、行侠仗义、杀富济贫、上蹿下跳的，懒得理他。你真不接啊？你别呀，甭管人家犯多大的错，总得给个机会啊，好歹开叉六富二代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在考验他。不错不错不错，看来你们俩已经进入到下个阶段了。你看你看，女汉子细腻的小情绪都出来了吧？你有病吧？我没有啊，我很认真的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要劝你，这男人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差不多算了，到时候真把他惹烦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你看，你看看看看，不打了吧？看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。艾雪老师，你听我说，二叔啊，没事儿，我有时间，行，明儿我接他去。哎呀，你别硬撑着了。这赌气跟冷战本身就是两败俱伤的事儿。你看，我跟我家那英国大博士，每一次冷战不都是我主动跟他道歉的吗？像你一样一点就着，我跟他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异地恋吗？那么长时间呀，说的跟你俩感情多好似的。最恶心你在那书呆子面前委曲求全的样子，跟个二货似的。我那是为爱，为爱委曲求全，我乐意。大舌头。我大舌头我也乐意，感情这事儿没有谁占便宜谁吃亏，走到最后才叫胜利。要不然你女汉子也委屈委屈，给他回一个，滚！我滚了。
我真滚了，我现在就滚。你看看看看，来了吧？叉六侠，我现在就去给他开门。你敢给他开门？我现在就去。叉六侠。
果不想让我报警，你们就好好表现啊，争取他的原谅。滴都没喝，韩宁，我那小猫，我那小猫，你知道谁送的吗？我那男朋友送的。我那吊床，你知道从哪儿买的吗？我英国买的，你全给我弄脏了啊！你知道你们要赔多少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就是屋里这味儿哈。抬头，你赔不赔？石鑫真是有钱。又鸡蛋又西红柿的，干脆把超市搬来算了。不是吧，大姐？大家熟归熟，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哎，小叶子现在这儿也不安全，要不你们别住这儿了。没事儿，有了今天这一出，他们以后要再找事儿，总得考虑考虑。姐，您别打了。这一晚上功夫，你们把我家都给毁了，你们给我赔。赔，一定给您赔。您给我两天时间，我全给您搞定。我要一模一样的，快去给我拍照。天都亮了，一会儿我要去藤姐律师那儿。你去吗？去。要不把他们仨也带去，我就不信法律治不了他们。你说呢，大姐？谁是你大姐啊？你找他干什么？啊，我找的是滕文丽。我是他的代理人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。我说怎么看着这么面熟？要是没看错的话，你就是那个娱乐小报的著名记者吧？非著名记者徐子凌，你谁呀？我是新远公司的法律顾问，也是石鑫先生的律师。我姓方。